水，雨落下沉醉，光透过我指尖消退，展开涟漪心如潮水，让时间不再乏味，晚风轻轻吹，想来一杯柠檬气泡水，一口夏天的陶醉，阳光真明媚，我和你刚好搭配，加点冰有微醺的风味，哦哦，不要再皱眉，哦，你像气泡水蔓延心动的滋味，发烧随风吹，我为你以爱为营，由特伦苏冠名播出，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爱意柔软无边，心动净爽无际，软软的超干爽，无边无际胃口卫生巾，邀请您观看以爱为营。实验的眼光应该不错，否则他也不会就这么几年把云云创搞得如此风生水起。剑桥大学经济学金融学双博士，我们观世集团的战略顾问、金融学教授郁游先生。谢谢大家。海陆，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滴眼液，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华莱士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真茶味，认真有味道，维他无糖茶带你进入正片内容。林姐，需要帮忙吗？不用了，谢谢。哎呀，让我帮帮你吧。这样的话，我也算是参加过重磅采访的人了。听说这次主编力荐雨林姐，雨林姐不愧是我们杂志社的王牌，这种采访啊，还得是你来。雨林姐，下次采访的销量肯定会爆。主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肯定得好好把握。这实验都飞了，郑书意，你还研究这采访提纲做什么啊？实验应该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我刚又看了一眼我的提纲，有些问题有些保守，确实可以更好，我准备再精进一下。你没事吧？丢了个采访机会，气坏脑子了？你这修改的再完美，实验这只鸭子也飞不回来了。我听说是总编给明云创那边打了个电话，力荐了那一位，所以说这手段比实力更重要。鸭子这么多，飞了一只实验，还会有李燕、王燕，有手段只能拿到一次采访机会，有实力才能写出出色的稿子。既然我没有手段，那就继续打磨实力呗。哎呀，可惜啊，你不能帮我看看这个实验到底长什么样，帅不帅哦？财经界的专访安排在晚饭后7点，徐雨玲记者会到公司对你进行采访。我好像选的不是这位许记者。许记者是他们财经界总编力荐的记者，说他各方面经验比较丰富，稿件水准也比较稳定。一问一答的专访不需要见到我本人，发一份答案过去就行了。采访应该是一次有启发性的聊天和反思，我喜欢这位郑记者的采访提纲。是我经验主义了，那我去重新安排。易姐，你找我。好，拜拜。你不用安慰我，我理解，我 OK 的。你写什么？
我知道你是想跟我说采访实验的事儿，我能理解。雨林姐资历比我深，虽然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甘心，但是我的提纲确实还有提升的空间，所以就没有什么好惋惜的了。下次我会准备的更充分。今天穿的这么好看。我男朋友生日，算是女为悦己者容吧。换个角度想，如果去采访实验，晚上就没法陪男朋友过生日了，所以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哦，这样啊。怎么了，易姐？刚才云创给我打电话，说今晚的采访实验最后定了你去采访。不过很可惜，你晚上要陪男朋友去过生日，恐怕没时间了吧？实验定了我？对，最后实验定了你，就在今晚。今晚你没问题吧？我没问题，我可以。确定？啊，好。今天晚上7点，具体的事情实验的总助会跟你沟通。好，那我赶紧去准备。哎，等等，你男朋友那边怎么办？生日每年都可以过，实验的采访可遇而不可求。我尽快搞定，搞不好12点之前还能给他潜过一下。果然是郑书意。石总，专访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采访安排在大会议室可以吗？嗯，下午不是乐安那边要过来访谈吗？一部本来预定了下午的大会议室，但又取消了。他们好像把猎影和乐安的访谈都安排在上午了。都安排到上午了？是的，系统显示是一部的冯总监亲自调的。老范，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我要回趟公司。好的，石总。啊，那秦小姐怎么办？你去接，送回石家老宅。好的。李海洋，你今年已经拿了9期的头版了，在咱们杂志社也算是史无前例。哎，主编的记录也不过才1年8刊。哎，还敢喝咖啡？不要好了。谢谢。喝这个。不过你说云创那边为什么突然换采访记者呢？说明他们老板有眼光呗。实验啊，实验的眼光应该不错，否则他也不会就这么几年把明云创搞得如此风生水起。不过他这个人也确实有点怪，哎，在明玉最困难的时候，他放着自己家里的公司不管，非要出去创办一个什么新的公司，你说他是怎么想的？你不知道外界传的有多难听。什么名誉在逃太子爷，什么自私自利胆小鬼，哦，还有他那个女朋友，就是女演员贝琳，据说直接跟他分的手。我倒是觉得他其实挺勇敢的，虽然饱受质疑，但他还是选择了这条路，这得多大勇气啊。那真是我们的荣幸啊！冯总监太客气了，哎，你竟然不说两家话。对嘛，咱们两家都多少年的关系了。是是是。石总，帮我去茶水间拿2瓶冰的可乐。好。我最近呢在写猎影的稿件，
听他们公司的人说，云创要投他们。哎，猎影你知道的吧？就这两年势头特别猛，好多公司想要投他们呢。这个实验全网没有一张清晰的照片，创业以后就更低调了，完全没在媒体面前露过面。如果能让他给我们电子刊录个独家的视频或者音频，肯定能吸引不少读者。你还在想着你的电子刊升级呢？财经资讯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如果不改版，还是每期更新和纸刊一样的内容，无法跟读者有效互动，只会离读者越来越远。嗯，你说的是有道理，但是咱们杂志社它现在没有人力跟财力去做这个电子刊升级啊。就算你说服了总编，总编肯定会反问你，谁来干呀？怎么干呀？哪来的钱干呀？我来干啊，我就是要让领导们先看到我有这个能力主导电子刊的升级，然后通过内容变现满足新版电子刊所需的人力财力。嗯，有魄力，那你加油，我全力支持你。都到我那儿，多走多走动。可以。哎，石总。石总，冰的。谢石总。对了。你们更新的资料和数据我在来的路上看了，进展很不错。是我们昨天半夜刚搞定的。丽丽，你请陈总到隔壁会议室稍后片刻。好的，石总。陈总，您请随我来。石总，小石总啊，有什么要求呢你就尽管提，这毕竟我们跟明玉的交情还是颇深的，而且这前两年呢跟您父亲也有生意上的往来。当然了，当时呢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不过我们还是肯定会帮忙的。所以呢，我相信这次和小石总的合作一定是非常的愉快。哎，石总啊，您有什么要问的吗？辛苦了。猎影的情况之前我已经了解过了，但我更关心的是你们公司接下来的着力方向是什么。我们公司在行业内那也是排名前几的，至于那个什么乐安科技，以前就是我们的一个供货商而已。这和行业地位没有关系。如果按照资料上所说，你们公司的最终目的是想服务更广泛的大众，那就必须在技术上有进一步的提升，但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解决方案。石总，是这样的，猎影呢它也是一家老牌公司，投资他们呢有利于我们云创啊快速的进入这个行业，而且猎影和林玉啊关系很亲厚，大家也共同患难。是是，我明白，我父亲十分看重猎影。不过在商言商，投资的本质是购买未来的价值，如果想跟云创合作，猎影应该拿出提升核心技术的方案，毕竟我们是家投资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您说对吧？感谢您今天宝贵的时间。冯总监，辛苦送一下李总。李总，李总，李总，陈总您请。技术攻坚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一旦突破，对我们国产芯片会是革命性的推动，所以你们要加油，打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专利。我很看好你们，云创也会给你们最大的支持。谢谢石总，如果真的能解决研发资金的问题，我很有信心实现阶段性的突破。明天我会再去一趟乐安拜访，到时候再好好聊聊。好，那我就先走了。嗯。石总，
我就直说了，令的老板李总是石总和田总的老朋友，如果您坚持选择乐安的话，董事会那面恐怕很难被说服。访谈是投资最基本的环节，如果你连合作方沟通的时间都安排不好，我要怎么相信你对项目的判断？云创投资的是未来趋势，而不是谁的情谊。秦总，今天访谈石总突然来了。奶粉营养全全全，人生赢家就选1897，全面营养百年经验，海普诺卡1897全面营养大满贯，带您进入正片内容。有点点微醺，有点点开心，瑞欧微醺带您进入正片内容。石总啊，小舅舅，不是说好了今天来接我的吗？临时有事儿。小舅舅，你不爱我了？石总，我有事先不和你说了。秦小姐已经送到了，她一直抱怨你没有亲自去接她，让我转达她的怨气给你。还有别的事吗？有的，小关总说您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他有什么事？小关总今晚在华纳庄园有一个晚宴，说请您务必出席。没空。小关总说他早就料到您会这么说了，他说他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给您。行，告诉他今晚我会出席。那晚上财经界的采访，跟对方说明一下情况，重新安排个时间。好的，我这就去。宝贝，今天不会加班吧？星洲，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实验的专访吗？主编刚刚通知我，实验的专访临时换了记者啊，定了我。都我一年才过一次生日啊。对不起啊，星洲，但是实验的专访我准备了两个多月，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是实验指定的我。我要是不去，下期头版就要开天窗了。你知道的，他这人身上有多少故事，他从创立名誉云创到现在还没接受过任何采访，我这次是首次独家专访。算了算了，稍微晚点也行吧，我下班先到公司楼下等你啊。对不起啊，星洲，太突然了。没事，我理解你，你为了这次采访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一定要好好把握。谢谢你啊，星洲，你最好了。哦，采访7点开始，我争取2个小时内搞定，还来得及去陪你吹蜡烛许愿，吃生日蛋糕。嗯，等你忙完我去接你。嗯，那我晚一点把定位发给你。你真好。你男朋友完全没意见吗？没有啊，他表示理解，还说要来接我。你这男朋友真是过分通情达理了啊！不像我家那位黏死人了，我要是割了他一次，不管任何原因，他都会跟我生气的。咋啦？你好，郑记者，我是名云创的陈胜。您好，陈总助。郑记者，今晚的采访石总因为个人原因要取消，另行安排时间，十分抱歉。啊，那石总打算安排在什么时候？一周后的同一时间可以吗？或者一周后您什么时间方便？下周采访的话，下期杂志肯定是要开天窗的。您看石总这两天忙完，能不能抽点时间？无论多早多晚都可以，分两次也可以。这个恐怕不行。石总这两天的行程确实已经安排满了。那今晚抽出2个小时呢？1个小时也行的。今晚石总有私人行程，确实是抽不出时间。很抱歉。不是。
珊珊，你人美路子广，能不能帮我查查石燕今晚会去哪？喂，石燕，我不认识他。不过你运气好哎，我知道石燕的那位好朋友关季，今晚在华纳庄园有一个私人宴会，估计江城一多半和关氏有交往的人都会出席，不知道石燕会不会去。那我去碰碰运气。哎，等等。你今天晚上不是要陪你们家岳星洲过生日的吗？就这么割了他呀？不割男朋友，难道我割实验？很好，搞事业的女人最有魅力。谢谢你的金玉良言。华纳庄园。你过来找我吧。陈总助，晚上好啊，我到华纳庄园了。啊，郑记者，你怎么？哎，很抱歉不请自来，但确实是时间所迫，还烦请您转告石总一声，我可以一直在这等他。希望石总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拨冗接受我的采访。这样吧，你先找地方等一下，我去和石总沟通一下。但我不能保证石总会有时间见你，你很可能还是会白跑一趟。明白，无论如何还是十分感谢你。哎，我看关季办这个晚宴就是为了让大家凑在一起吃喝一顿吧。没那么简单吧。我听说那个玉游是关氏特地从国外请回来的，人家可是财大的教授，也就关氏有这个面子，请他出来做顾问。哎，我看石家那边也来了，石文光这儿子真是靠不住，明玉有事他跑出来，哎，开公司，搞得石文光只能把公司交给他女婿这帮外人。什么事啊？依我看，关家和石家的两位公子啊，野心很强，从国外弄来个什么教授，恐怕要弄出些名堂来。一个胆小，一个爱玩，这能弄出什么名堂？自嗨罢了。是关机又要迟到了吗？啊，哦，小关总说路上有点堵，十分钟就到了。还有什么事？财经界的郑记者也来了，他说他等您，希望今晚您可以抽出时间接受采访。郑书意，不是让你通知他改期了吗？我通知了。但是他说，如果不如期采访，下期杂志会开天窗。不太清楚他是如何得知您的私人行程的。明天要去乐安科技开会，今晚我肯定是没时间接受采访了。这里这么偏，他赶过来应该没有吃饭。你去给他安排点吃的，再安排个车送他回去，这边不好打车。好的。哈佛大学全奖毕业，剑桥大学经济学、金融学双博士。即将是财大最年轻的教授，
好漂亮的履历。嗓子疼，哑有痰，嗓子问题，黄氏响声带您进入正片内容。哦，谢谢。不客气。请问，您是玉游玉教授吗？你认识我？啊，我正在看您的一些研究文章 ，FinTech。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不只是作用在宏观经济上，也可能会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深刻变革。我感觉这个领域很有亲近感，因为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没错，这也是我最初选择研究方向的初衷。过去的时代，资本和金融似乎都是高不可攀的资源，但是眼下研究他们的意义是观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造我们的生活。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母校好好听几堂玉教授的课。哦，你是财大毕业的？是的，现在就职于财经界，是名记者。嗯，玉教授，我能加您个微信吗？石总，当然。我扫你。好，那位就是财经界的郑书意记者。好了。郑书意，那我备注一下郑记者。嗯。谢谢。郑书意，年度最佳人物采访的获得者是朱新国谈货币战争一文的记者郑书意。不好意思，我聊晚了。关记，你好久没有找我骑马了。我的错，我这不是听说你去熊海了，等你回来呢。我现在回来了。那明天我亲自在马场恭候。不过据我所知，今晚的宴会是不对媒体开放的。对，我是私下来等一个采访对象的。工作要紧，身体也要紧，你看起来不是很舒服的样子。哦，没事，我吃颗药就好了。那我们先进去了。好。那我先去忙。那我们进去吧。石总，抱歉啊，郑记者，石总今晚确实没有时间，但是我会协调安排一个最近的时间完成采访。您还没用餐吧？你可以去先吃点东西。我再安排车送您回去。不用了，有人来接我。咫尺天涯，好歹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吧。好久不见，张总。好久不见，马总。好久不见，幸会。好久不见。王总，最近身体怎么样？你好，于教授，欢迎回国。石总你好，谢谢。我之前读过你那一篇《金融约束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和国内很多声音不一样。那篇是去年的思考，写的有点长了。今年的想法又有些不一样。拥抱变化是对的，关键能请你回来，我很开心。以后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向您请教。石总过誉了，云创的前途无量。我们互相学习。
了。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名叫《朱兴国谈货币战争》的文章，观点犀利，笔锋又不失温度，看完很有启发性。如果石总有时间的话，不妨也去看看。这篇文章我好像有点印象，写的还可以。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今天到场的各位呢，都是我们观世资本的老朋友了。临近年关，特意举办了一场答谢晚宴，感恩各位过去与我们的精诚合作，同时，也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观世集团的战略顾问、金融学教授，郁游先生。谢谢大家。大家随意。正式介绍一下，不用介绍。不用介绍。玉瑶，你可不知道，他可是很早就想见你了。哎，我甚至都没有见过你对哪个女孩子这么上心。石总台。行了，这件大事我也搞定了，大神也给你请到了。我们家老关呢，肯定也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接下来就是如何搞定云创那一帮老古董了。你爸这边你要不要？哎，不急，徐徐图纸。也是，我们现在也算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谁跟你一样臭啊？也对也对，那我们就是江城三剑客，利刃出鞘，无往不利。新正，你到哪儿了？路上好堵，再等我会儿，我尽快过去。行吧，我就在路边等你，省得你过来找不到我。郑记者，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啊？好久不见啊，张总，我来这儿做个专访。上次你给我写的那篇专访，写的实在是太好了。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坐我车我送你啊。张总过奖了，是您够资深，我才有发挥的空间。我男朋友马上就到，不用麻烦您了。那好吧，再见。美女，一个人吗？要不要我送你？雨下这么大，可不好打车。不用了，谢谢，我男朋友马上就来了。有男朋友站在这里干什么？谁规定有男朋友就不能站这儿啊？郑记者怎么还在这儿？不是让你安排车送他回去吗？他说有人来接啊。是不是接他的人来不了了？这个时间，这个路段，又下雨，很难叫到车吧？把车开过去。我知道下雨了，但我在等我男朋友。没错，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您慢走，谢谢。
这么巧吧？走吧。真的是在等她男朋友，没想到啊，她居然真的有男朋友。我今天跟她打过几通电话，感觉她这个人还是很好相处的，可能是因为今天没采访成，之前又一直有人想跟她搭讪，天还这么冷，所以她才有点不耐烦吧。你好像很关心她有没有男朋友这件事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她长那么好看，业务能力还强，有男朋友也挺正常的。你觉得她长得好看，业务能力还强？肯定的呀，而且他们内部非常看好她能够弯道超车，坐上副主编的位置。陈胜，我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儿？比起做我的总助，你更有做八卦记者的天赋。雨下得特别大，路上不好走。刚刚快到的时候又火车撞坏了。我没事。你今天生日过得怎么样？开心吗？哎，我女朋友都不陪我，怎么会开心呢？对不起嘛。今天谁陪你过的生日？嗯，还能有谁啊？许峰吗？嗯。哎，现在都可以用香水了。嗯，淡淡的味道很特别，品味还不错。你下次见到他，你再问问他用的是什么香水。我觉得你用这个应该也挺好。嗯，今天采访怎么样？一言难尽。算了，别老这些不开心的话题。好，别生气了啊，宝宝。怎么不接啊？下班时间专心陪你，工作电话一律不接。等会儿去我那儿，我给你煮碗重寿面。不用了，今天这么晚了，身体又不舒服，早点休息，我有的事情跟你吵。你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啊？当然是因为爱你，傻瓜。现在还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锦州。谢谢宝宝。那我先下去了。对。喂，我忙。什么？说一声才行。我手机呢？在医院被偷了，
我明明是拿着手机坐上车的呀，心中怎么会去医院啊？生病了？还是出车祸了？在这儿啊！零号的车，哎，惹不起，惹不起。是朋友吧，晚上来医院看朋友也很正常。不小心我演错了戏，能否修正一个美好的结局，遇见你走进你爱上你失去你，你独自离去留我在原地，让挣扎落下，难道从此只是过客吗？心就像坠入了悬崖，痛吗？爱总让人像深陷。
别说放得下，别走远。